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新年要到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了红包，为了红包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哈，我们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头大用。哎，等等，出家是不管他几千那个时候，等等把自己完成的。机会门怎么打不开？我去找房间钥匙。哎，找找看吧。嗯，找房间钥匙啊！我现在要拉屎啊！我在拉屎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么只有一些些？希望家里剩下钱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我们现在找门出去。我们现在要拉屎的，拉屎的啊！要快点找到，找箱，找到啊！老哥，我知道。动漫《无限 X 新世界》，我靠！我看拉在裤子好了，我找不到。哎呦呦呦呦！彩蛋，房间钥匙啊！房间钥匙哦，最好是彩蛋了，这不是彩蛋了，这是基本就需要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么我们需要去拉屎，去拉屎，拉屎在浴室吗？浴室是洗澡不是？哦，也有。啊，剧情第二啊哈啊！这爽快的小妹，这次就快过年，不知道红包会有多少，或许可以偷看妈妈的机会是，但是钥匙应该在这边吧，先找找看好了。为什么钥匙在厕所？这是抹卫生纸，好啦，都拿。我拿一个附魔的卫生纸，五月擦卫生纸补充包。这边，爸爸房间钥匙，好。爸爸房间，这边。你好，那么这是日记本，还妈妈日记本，哈哈。剧情三都拿到了，今天早上帮忙啊，这奇怪，希望很难吗？我早上个病，还是先去睡觉好了。天真是累啊，光是他少说累死我了，小时方便在这里好，都为他的未来感到不安，说这么多也没用啊。再过几周就过年，爸爸手头出差，儿子以后是懒惰，不帮忙。可是我没这么多力气扛那么多食材和用品，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够心疼儿子，见我这儿子帮忙，如果能帮忙，红包一定给多，好好开心忙了。后天就除夕夜了，现实。哦，现实，2月13，哎，这么快，食材要把它买齐才行。要来煮什么菜？看买不买到，得到我需要的买菜钱，先放在客厅好了。根本就叫我去买嘛。看来妈妈之前发现的办法，发现妈妈也是这种想法。原来我从小收到红包比别人少是这种原因。可我前天拿足够的压岁钱，我一定要帮妈妈去啊！我要买最新的游戏 CD， 所以只帮妈妈买回去哟。哦，你不直接把钱的，把那些钱拿去买东西吗？好，到楼下去，然后剧情是 ，yes。哎，那种不记得多少元纸条，上面写，我只让妈妈先回来，晚上回来煮点饭，我就待在家里吃，等着吃嘛。糟了，妈妈寄钱去买菜了，叫我的红包全部就没了，这样可不行。好，我一定要抢先，现在就去市场买菜啊。不过钥匙放在储藏室，我先去找找。好，那钱呢？这种经历好拿，这什么放了10年的干燥花？好，大门钥匙 ，yes， 大门的钥匙，我要出去哦，拜拜。我帮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苹果需要一个苹果，好贵哦。为什么？可恶！我是多买的吗？这和我们交谈就可以了吧？牛肉、鸡肉哈，牛肉需要5个，牛肉、鸡肉也需要5个。这不是鸡肉，可恶，这是兔肉。可恶，我要没钱了，一个就好。我要没钱了。黑胶唱片，没事的。好了，我的用非正当手法获得了5块钱。我们可以买黑胶唱片了。只有卖马铃薯的商人，靠，你这边比较便宜。可恶，我被骗了。去公园？为什么我要去公园？剧情第五。马东小累，真的太久没出来到公园休息逛逛了。这座公园好像没来过，现在刚看什么新奇东西。逛完顺便去奶奶家吧，好。逛完公园，然后找到前往奶奶家的按钮。奶奶家好神秘啊！池中物，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这是什么？厕所哦，厕所男厕，先进男厕看一下。喂。粪便防爆，已经变成硬块了，所以防爆了。好吧，女厕怎么可能这么干净啊？这边亮亮，哎，这边有洞哎，亮亮有洞的。
这什么？被屏蔽的太阳，被隐蔽了，不是屏蔽了，你才被屏蔽的。找到了，前往奶奶家。这是奶奶她家啊！巨型力量，看来奶奶还没回来，应该是出去买东西，带我先进去好吧。刚刚累死了，我必须休息好久了。对了，爷爷说他要装潢，快进去看奶奶家变成怎样，希望别吵，不然……哎，今天表姐会来吗？哎，这边，这是蝙蝠？为什么蝙蝠在里面？杉木制杯子，听说摔不破，而且淡淡的香茶味。这是卧室哈，好小的卧室啊。哦，那我还是买马铃薯来干嘛？你直接种一个不就好了？这边特制马鞍，爷爷亲手打造的马鞍。有二楼。蓝胡子，森林里的糖果屋，千皮兽，好啦，都拿吧，好啦，这两个，照片好，啊，消失，它在慢慢吸收大地的精华，还是它吸满了，其实全部只需要放一个，然后下面机关就卡着了，现在是哪里不对？难道要跟着顺序放吗？那你先横我。我还需要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哦，可恶，这什么烂设计？没有，我没这么说哦，我没这么说，这是拍照区？为什么我被卡在里面？好，那我们这次实况圈到这边结束，那么喜欢影片的话，给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